自古以来，海洋就是地球上最神秘的领域，而它同时也是占地面积最多的领域。虽然随着科学的发展，海洋神秘的面纱逐渐被揭露，但其中的很多秘密仍然没有科学家揭秘出来。比如海洋深处就需要足够坚硬的材料制作的潜水艇或者观测器才能够探测到。由于海底的压强太大，目前海洋最深的探测深度是10900多米，所以人类对海洋实在是有太多未知，太多的秘密也没有被开发出来。但是人们总能忠于眼前的未知进行探索，就比如海底金字塔。海底金字塔是远古文明的遗物，因为大陆地质变化而突然沉入海底。在海底金字塔的北面有两个半圆形的洞穴，考古学家指出这个洞穴可能是女巫举行仪式前沐浴的地方。而在迷你世界中，我也首人间见到过海底里的金字塔。虽然相比起深不可测的海洋深处并没有很难探测，但是它也同样神秘。现在我把进入方式告诉你们。首先要在凌晨3点的时候创建一个 TTGM 的地形码进入地图，你会发现你出生在一片海洋里面，除了有一个沙子的小岛，周围都是海洋。当你来到坐标的附近，你就会看到海底金字塔。我当时想都没想就打算到里面一探究竟，就在我走进去的时候，突然听到后面有什么东西在笑，扭过头才发现快艾特给你买十根烤肠的人